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七場3500米嘅短途賽皮亞士紀念挑戰杯大熱。三由頭熱到尾啊，標誌智能。好，一跳出嚟嘅時候啦，前面快嘅馬咧，咁見到中間標誌智能啦，內欄領寶風啦，中間仲有連利福將啊，大我當美麗掌聲亦都想殺入嚟噶啦。咁再後邊嘅馬啦，大純威響出邊啦，內欄文武先鋒啦，大約跟住個第七位咧，仲有電子群星啊。內欄出閘慢咗，粉紅衫白帽咧就進黃星啊，響出邊加州銀進啊，尾五橙帽咧就鼓浪順風，尾四咧就超跑王啊，後邊三隻就心多多真精彩包咗落尾就路路富貴啊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美麗掌聲埋到嚟方。標誌智能緊咬住佢啊！領寶風內欄第三位，咁啊中檔第四位，仲有呢只綠色衫嘅大純威啊！咁再後邊嘅馬啦，出邊加州銀進啦，馬林中間灰馬橙衫咧，仲有連利福將啦，後多少文武先鋒響內欄，中檔電子群星，咁啊再後邊咧先見到心多多亦都穩位衝噶，鬥到嚟最後300米到啦，美麗掌聲仲係佔先啊！標誌智能就起勢咁追上佢嚟噶啦，再見到後邊嘅馬仲有連利福將啦，後邊追啲嘅馬電子群星，出邊仲有心多多，最後100米標誌智能響出邊埋边美丽掌声，潘顿响右外边，入边莫雷拉接近终点，仲系呢两只马斗紧。美丽掌声埋边打翻上嚟，出边标志智能过终点第一名，相当接近，亦都相当精彩啊！你一边我一步，外边系潘顿标志智能，入边系美丽掌声。嗱，睇最后嗰步啊，依家仲系一路标志智能压住美丽掌声，美丽掌声又上翻嚟，要影相啊！第三名连利福将，第四名电子。群星機會高啲，三個標誌智能終點前咧應該都壓線贏啦，潘頓啦。第二名咧就係一號嘅美麗掌聲啦，莫雷拉。第三名見到咧就係12號嘅連利福將田泰安。咁啊第四名咧就係14號電子群星啊，蔡明少啊。15蚊好似都驚險啲喎，不過嗰只一號都勁嘅，其實孭住咁重磅。今日嘅跑法標誌智能就選擇跟前啲啦，因為當好啊嘛。胜出组合 A 一格野热门派15蚊，算有啲惊险啊，不过都系赢。其实未见到呢只马最好一面啊，佢系后追咧个威力会劲过跟咗前面。系啊，我都有少少担心啊，佢今日摆前走，系啊，当好咪系啊，当好咪往前啲咯。佢要揾遮挡唔难嘅，不过好彩赢到咯。但其实啲美丽掌声好硬噶，系啊，又大只。所以你都要花啲氣力去過佢，佢一度真係要影相噏上噏落啊，有啲運氣成分啊。咪衝出保中啦，咪保埋杯啊！上次諗住同你標誌瑞同日出擊噶嘛，咁當日抽個檔唔好啦，都唔好彩啦！嗰日標誌王者又失，係咯，係我。咪嗱嗱聲啦，摸呢啲貴馬都即刻幫馬住保中啦。仲有少少生啊，3歲仔啫。不过咁快就赢啦，仲有分喺手。呢啲啊，架好晒嗰边啲自制 P P 嚟嘅，差唔多等于个分唔好咁高咁嚟到香港啊。真系唔应该同阿康争嗰只，连你腹胀啊！都差唔多，两都近啊，见到心多多都近啦、啊。我以为。因為我以為呢一場有快步速啊！佢有啲阻噶，直攞攞位嘅時候。我呢個杯賽都1948年第一次舉行啊，舉行到而家都好多年歷史啦。紀念皮亞士先生為國捐軀，為香港捐軀啊！好，恭喜馬主，睇睇個頒獎。杯王捧杯。有驚無險啊！呢、這個杯捧得，大摩。潘頓上個禮拜就蘇兆輝擦騎嘅，佢都騎得好好噶啦。可惜今個禮拜咧，佢就去咗離開咗香港擦騎啦。咁所以呢個杯就落咗喺潘頓手上。
好啦，再一次值得恭喜馬主啊，揾到只咁好嘅馬。咁啊，睇翻呢場嘅巡邏影片，起步反而佢嘅扣女咧嗰只駿王星咧就論盡啲喎。咁啊，慢一慢咧，即刻遊咗入去個貼欄嗰度嘅位置嘅。前邊就美麗掌聲快，同埋一隻馬改變咗跑法，就係嗰只鼓浪順風啊。咁啊，留咗一個較後啲嘅位置。咁啊，結果嗰只美麗掌聲啊放得比較舒服啲啦。咁啊，標誌智能就咬住佢，入邊就領寶風啦，中間灰馬就連利福將，一路走住個外搭綠色衫咧就大純威。咁啊，貼欄就文武先鋒啦，中間咧就係嗰只電子群星，出邊就係嗰只加州銀進嚟嘅，咁啊後邊就鼓浪順風跟翻上嚟啦，貼欄尾五就進黃星，咁啊尾四位置就超跑王啦，內欄早紅衫咧就係森多多，咁啊包咗尾真精彩啦，同埋路路富貴。咁啊呢場步速都正常嘅，兩段都同標準時間相約，屬於中等步速賽事。咁啊鼓浪順風今日就改變跑法，咁啊逐路追啲啦，又唔算話追好勁啊。咁啊原來我又要加咗銀進，不過見到轉彎都有啲頂唔住嘅，咁啊移咗速去望空。今日就美麗掌聲放得好順嘅，咁都跑到 perfect 噶啦，整網之日緊緊影相輸都真係衰敗遊榮啊！咁啊頭馬就人一險，不過睇都可能仲有啲分起手嘅應該。分段時間頭段23:67，第二段22:61，末段時間23:11，賽事完成時間1:09:39。